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先开讲义第七面，第七面第二行，第七面第二行，我们将经文念一段，对对地方，悟将如来不了意识，回为集结一物初学，佛应世人得真三昧啊。从这个地方看起啊，这个上一次因为时间的关系，这个几句经文没有能够细讲，因为这段经文呢，对我们初学的人来说非常重要。正如同我们在《观经上品上生章》啊，看到这个善导大师对我们的开示啊，那么当中最重要的也是他说的最多的啊，他的一些这个善知识们啊，甚至于摩罗汉菩萨乃至于佛，纵然他们是引经据典啊，这些经典都是实在的，都不是假的啊，来说我们修学这个法门不能成就，善导大师告诉我们，我们也不能接受啊。如果与佛所说的不相应，我们就不能接受。那么那些经典呢，也是佛说的，但是与我们自己所修的这个法门，所主修的经典不相应。那么虽然是佛说的，佛说一切经呢，有了义有不了义，这个我们要知道。那么什么叫了义，什么叫不了义？楞严经上此地所说的，是对于一般大乘通途而说的啊，不是对于某一宗教的，一切大乘佛法。那么了义与不了义呢，有比较的讲法，有绝对的讲法。如果是绝对的讲法，这个法门是直接叫我们成佛的，那这个叫究竟了义。其他法门佛虽然说的是很多，但不是讲成佛的法门，那就不算了义。如果是比较的说法呢，比如说佛讲人天小果啊，有很多人学佛目标眼光不远啊，你问他为什么要学佛呢，我希望来生呢还得人生，希望来生做人呢比这一生幸福，他就很满意。佛为了满足他的愿望，教他一种修学的方法，他
决定不堕三恶道，来生呢确实能满他的愿啊。那么这样的经典是不了义的啊，因为不能出三界啊。有人呢眼光比较远大一点，知道人很苦，寿命短促啊，如果能升到天上多好呢啊，天人的福报大，寿命长啊。那么有这样的人求佛，佛也可以教给他升天的方法啊。何况天有欲界、色界、无色界，那么求得人的果报跟求得天的果报两个相比呢，人就不了义，天就了义啊。如果心胸眼光更远大一点的人，他知道六道轮回真实的状况啊，他明了即使生到飞翔飞飞翔天，寿命虽然长啊，但是它毕竟是有尽的时候啊，是有到头的时候。那寿命尽了呢，依然要堕落这个六道啊，不是个好地方。如果能超越六道永脱轮回，那他就心满意足啊，佛也会教给他这些方法。那么这就是小乘人所修学的啊，教给他证阿罗汉果、证辟支佛果啊，超越三界了。那么小乘比起天人呢，那又叫了义了。那天跟小乘比的时候是不了义啊，如此类推啊。小乘跟大乘比呢，小乘是不了义啊，大乘是了义。大乘跟成佛的那个经论去相比啊，那大乘就不了义啊，成佛才叫究竟了义。因此佛49年当中所说的说成佛的经典确实不多啊。如果大家要问为什么不多呢，佛的学生很多很多，有几个学生呢发心成佛呢？啊，这种人很少很少，绝大多数的学生啊，佛的出家学生里面大多数啊，能够超越三界他就满足了啊。所以跟随佛的这些弟子1255人，他们所实现的都是阿罗汉啊。所以菩萨比这些阿罗汉要少，最多的呢是在家的信徒，太多太多了。这些在家信徒里面大概80%-90%都吸取了人天福报啊，连出三界这个念头都没有啊。所以我们今天展开大藏经几几乎乎1/3是讲这个人天效果的啊，讲小乘的啊，说菩萨乘的占的分量很大很大啊。这是因为中国人实在是大乘菩萨的根性，传到中国来的经典所翻成汉文多半是大乘经啊，
那么专门讲成佛之道的这个经典不多啊，这样的人是非常非常的稀有啊，所以佛在此地特别提醒我们啊，这个初学者我们不知道他是什么根性啊，如果是非常好的根性，经论上常讲的上根立志，如果我们对他说不了一教啊，用不了一教来劝他，那就耽误他了，他这一生就不能成就了。那么佛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啊，这是一大段，就是四种清净明慧。这一大段是决定叫我们帮助我们超越三界，永脱轮回啊，是属于大乘菩萨法。因此在戒律的限制就非常的严格啊，这是诸位要晓得的，甚至比在戒经里面讲的还要严格啊。为什么呢？是叫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圆满菩提，这是大乘道登峰造极啊。所以说的都是事实真相啊。那这个不了一说，比如像小乘经里面有很多开明，比丘也可以出虚啊，像这个衣物啊，啊财物啊，可以多储蓄一点。特别是佛法传到中国之后，印度那种托孤、三衣一钵的制度，在中国完全废除。早年出家人跟在家人区别呢，就是剃头啊，出家人剃发，我们中国古人男子也不剃发的啊，都是梳头啊，这个诸位都晓得，差别就在此地，衣着完全相同啊，前面跟诸位报告过了。在家衣着上绣的有花纹，出家人穿的衣服啊朴素，没有花纹啊，就这点差别。那么在家穿着的衣服绣花纹呢，大概都是中产以上的阶级，那贫穷人家怎么可能有绣花纹的呢？啊，所以这个出家人衣着跟在家人呢，是在古时候是很难辨别的啊，只有是蓄发跟剃发。那么在中国，既然要适应于中国生活的环境、生活的条件，那就不能不积蓄了啊，三衣决定不够。那么像大小乘经典里面这些地方都有通融的啊，都有许可的。为什么楞严经上说的这么样的肯定啊，这么样的坚决？
那就是楞严是叫你决定得出三界。这个修学大乘未必在这一生呢能证果，这是太多太多。为什么呢？因为有积学，偷心就不断。什么叫偷心呢？对于自身之具，这个自身之具就是我们生活所需要的一切物质条件，衣食住行，总希望多一点，总希望呢好一点，有这个念头，这就叫偷心。你对这个三界还有贪念之心，这个事情不要看得很轻呢，不要看得这个很小啊。临命终时，往往成了很大的障碍。几个人真正有这些积蓄，心地清净，一尘不染。那是功夫啊，那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这是真正功夫啊！他有财物，财物一旦丢掉了，就跟没有一样。心里不起一念分别执着，那就行。那就是华严上讲的已经做到了事事无碍理事无碍，达到这个境界了。在我们自己功夫没有达到这个境界，这个戒律的确是给我们很大很大的帮助。所以此地特别是教给我们一定要把偷心断尽，决定不以如来不了一说来为自己辩护，来为自己掩饰，那就错了。这个有掩饰有辩护，可见的他偷心为死啊。那么真正能够依佛的教诲去做，佛应是人的真三昧，佛可以给他做证明，这个人所得的是真实的三昧，也就是说，他才真正实实得到正受，这个正受就是正常的享受，三昧是正常享受。心一切时一切处，在一切环境当中，他的心都是清净的，都是平等的，都是定的，这叫真三昧。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只要有一丝毫偷心存在，就是障碍。我们常讲业障，那就叫业障啊！大家都希望自己的业障能消除用什么方法呢？能不能消除呢？自己晓得，自己心真正清净了，这个楞严经上这个四种清净明慧，你通通都做到了，你的业障消除了。如果还存在着，你的业障就没有消除。如果所说名为佛说，不如此说即波旬说。这是总结，
向佛在这一章经里面所讲的断头道，这就是佛说，也就是十方三世一切如来所说的啊，一切诸佛教诲众生没有两个说法的。要不是这个说法呢，那就是魔说的啊，波旬是魔王啊，决定不是佛说的。这个断道就讲到此地，下面是第四段，断妄。啊，妄是妄语，妄语最容易犯，但是此地所说的妄语是指的大妄语，不是普通啊，一般所讲的小妄语，不是指这个，是指大妄语。当然，学佛的人存心纯厚、善良，绝不欺骗人。不但是大妄语不能犯。小妄语呢，也尽量要避免啊。但是这个妄语里面开源的机会是比较多，一定要懂得开遮吃饭啊，晓得在什么时候是可以打个妄语的。那在什么时候呢？对别人有利益的时候。这叫利益众生的。如果这个妄语是对别人有损害，对自己有利益的，那你叫破戒了。对别人有利益，这叫开戒。这个不叫破戒。后面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诸位能看得清楚。我们看经文。我呢，如是世界六道众生，虽则身心无杀道业，三行一缘，若大妄语及三摩地不得清净，成爱见魔摄如来众。这一段经文，诸位要细看，你就晓得它是相当不平凡。如何相当不平凡呢？因为这个人身心杀道因都断掉了，这是什么样的功夫啊？不但身不造杀道因了，心里面连念头都断了。可惜呢，他犯了后面这一条大错。如果没有后面这一条故事啊，这个人决定超越轮回啊，成某罗汉成菩萨了啊，决定成就啊。有后面这一条故事，这个就是他的业障，修得这么好还是出不了三界。那么他生到哪里呢？
决定是生到色界天以上。为什么呢？他欲断，他决定不在欲界，他在色界，在无色界啊。所以这不是普通人的啊，普通人走了啊，他这个是这个三种心已经圆满啊。那么为什么他还有犯大妄语呢？这个地方啊，说起来，这是见地不正，他的见解上发生错误。烦恼有两种啊，一个是错误的见解，一个是错误的思想。他在见解上有偏差，有错误，所以他犯下大妄语。那么大妄语就是自己没有正德，轻易向人宣扬自己已经证果，或者是已经成过罗汉，已经成了菩萨了啊，随意向人宣扬，这是大妄语啊。没有明心见性，跟人家讲自己明心见性，啊，没有真正开悟，跟人家讲自己开悟了。在经中没有得一心啊，说已经得一心不乱了，这都叫大妄语啊。那么他这些大妄语有两种因素，一种啊是误会啊，对于这个境界不清楚，自己误会，以为自己真的了啊，倒不是存心骗人啊，是自己错误了。我在早年啊，那是学佛还没多久啊，出家没多久。出家大概二三年的样子，遇到一位老居士，这个老居士跟我也很熟啊，因为熟呢，谈话就很随便啊。有一次，他请我在他家吃饭，他告诉我他证了阿罗汉果啊，当然呢，我是不以为然。但是他说得很真情，实在讲，他对佛教的教理懂得并不多，习气还很重，哪里是阿罗汉呢？最后我给他搞了没有法子，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证得这个佛在经上讲，证得初果啊。就有天眼通、天耳通啊，换一句话是，隔着墙壁啊，你就能看得见，初果就有这个能力啊，到二果啊，就有他心通啊，就有虚命通，三果就有神足通，就能够变化，四果是漏尽通。我说那你要真的你证了四果阿罗汉，我们在家里吃饭嘛，那个外面街上你都能看见吗？他说我看不见。我说那你这个是有问题啊，你不是真的阿罗汉的，不要说四果阿罗汉，初果阿罗汉的话，这个
隔着墙外面看东西应该是没有一点障碍，他有天眼的啊，用这个方法才把他折服了啊。他在想想是不是拨打的，他是不是骗我的，不是骗我的啊，这个就是他误会了啊，自己修行有一点功夫也许得到一点清安啊，心里面很自在啊，没有烦恼，这个清安不难得到，这是一般人常常有的境界。怎么能拿这么一个低的境界去认为这自己证得阿罗汉呢？啊，那么像这个呢，他的目的不在骗人，啊，是自己的误会，啊，这个过失还小，但是对他自己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啊，为什么呢？没有得到，自己以为得到了，就不肯再进步了，啊，好像我们爬楼，爬了三层楼啊，以为我已经到了三十层，到顶了，他就不会再往上去了，啊，所以对自己会产生这个障碍，啊，不能再往前进，啊，不会再有进步。如果他别有用心，啊，别有用心是欺骗人，啊，对人呢，用一种炫耀，求名闻利养。啊，那就是妄语里头还有偷心，啊，那个罪过就重了，这个罪过是堕落地狱，啊，这罪过非常重。那么佛在此地讲呢，啊，他这个三摩地不得清净，啊，他三摩地得到得不到？得到。像这个世间的四禅八定呢，他都能得到。为什么能得到呢？因为他心里头身心呢都断了杀盗淫，所以他能够得三摩地。所以得三摩地不清净，因为不清净，所以他出不了三界，啊，障碍在那个地方，尘爱见魔。什么叫爱见呢？他贪爱之心呢没断，贪图供养，用现在的话来说，名利心还在呀，啊，好名好利，喜欢人对他尊敬，啊，那么这叫爱慕。见呢，就是见解上错，以为自己成圣成贤，啊，小乘的贤人是出国到三国，啊，四国罗汉是小乘的圣人，大乘菩萨是住实行实回向，叫三贤菩萨，登地以上叫圣人，三贤是圣的，啊，自己没有证的，误会以为证的，这是见解上的错误，所以叫做叫爱见魔，变成这一类。那么他有能力生四禅天四空天，寿命到了时候还是要堕落，所以说摄如来众，所谓未得未得，未证言证，何求世间尊胜第一，为前人也，
我今已得须陀洹国、斯陀含国、阿那含国、阿罗汉道，辟支佛尘，设地地前，诸位菩萨求彼离参，贪其供养。这后头这两句很重要，他的目的就在此地。啊，为什么到处宣扬呢？目的在这个地方。啊，这个意思就是我刚才所说的。现代人，尤其是现在年轻人学佛，真的楞严上说得很好啊，我们这个时代啊，是邪思说法如恒河沙，真正善知识不容易遇到。学佛的人虽然很多，迷信的不少啊。啊，头脑清醒的人，实在说不懂。如果对于这个经典没有深入，啊，实在讲这个深入。着重在这个身子啊，身你才会有智慧啊，前了没有智慧，没有能力啊辨别邪正是非，甚至更可怜，连利害得失都不能辨别，那真是太可怜了。纵然阅读很多的经论，刚才讲了，那你是只是不，你没有深度，不管用。啊，这个可以说现代人学佛与古人学佛了最大的差别。古人学佛一开端呢，他就要求深，深而后才不，现在人学佛一开头就是不，不到最后啊不可能有深度，没有深度。这是现在人学佛的通病啊。啊，换一句话说，古人跟今人对于修学去求道的基本的观念不相同啊。现在人像这个胡适之所说的啊，求学要像金字塔，先不然后再高。这个金字塔究竟有多高呢？这个高是有限之高，它不能无限高，而且这个高是死的，不是活的。我们中国跟古印度求学的思想啊，跟他们不一样。我们古人比喻这个求学啊，像植物种树一样，根要深，先要扎根，根要深，本要厚，然后才有枝叶花果，才往外面散。啊，
它能长高，而且它是活的，它不是死的。这个观念呢，很明显的能体会到它的差别，也能体会到它的优劣。一个是死的，一个是活的，一个是真有根本，一个是没有根本。一个展现是无限的合理，另外一个是死东西。因此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求学跟学道都要从根本修。儒跟佛都特别重视根本，佛家所讲的根本智，有根本呢，然后才有厚德智。厚德智是枝叶花果，没有根本智，哪里会来会有厚德智呢？就决定不可能。这个根本智怎么修法呢？实在讲，根本智就是清净心。儒家做学问跟佛法修道理论方法都非常相似，都在清净心上下功夫。般若经上讲得很好，般若无知，无所不知。无知是根本，无所不知是枝叶花果。所以我们开头学什么呢？开头要学无知。这是现代人没有法子理解的。现在人一入手就要无所不知就要求知求到最后呢是有所不知。你不知道的人太多太多了。古人他的方法，他开头学无知，真正无知，心地清净，这个清净心起作用就无所不知。不但你学过的知道，不学的也知。你要问为什么不学也知呢？因为一切法没有离开自性，就是没有离开真心的。清净心是真心的，事出世间所有一切法是心变现出来的。你既然把真心找到了，真心所变现的一切万法，你哪能不知道呢？没有不知道的道理。所以佛法，特别是大乘佛法，它的枢纽关键就在禅定。禅定就是根本智，般若智慧是厚德智。定慧是一不是二。定是体，慧是用。定是无知，慧是无所不知，它从这儿来的。那么戒是手段，帮助你得定。所以这个地方讲戒，完全讲心戒。你还有淫心，还有煞心，还有偷心，还有妄语，就骗人的心，
你怎么可能得见你？你三昧不能成就嘛。啊，换一句话说，你的根本智做不到啊。啊，没有根本智，就不会有真正的智慧。啊，纵然读经读得很多，完全凭自己妄想去推测，把佛在经上讲的这些意思通通误会了，通通想错了。啊，这就是佛家的俗话说，一文解义，三世佛愿的。啊，看到这个字面上的意思，你就这个讲法，三世佛都很冤枉，佛不是这个意思，你把佛的意思错会了，啊，误会。那么在事实上，我们在国内外常常遇到一些狂妄的年轻人，啊，自以为开悟，自以为证果了，功高我慢，目空一切，瞧不起人。你说这样的人是正果的人物，是开悟的人物？我有一年在洛杉矶讲经，讲完了之后，有三个年轻人来找我，啊，要我给他证明他们是已经开悟的人，啊，他们说他三个，好像有五个，那天来了三个，啊，这是开悟的，啊，在洛杉矶佛教界也很多人晓得他们是开悟的。啊，谁说他是开悟的呢？说是一个喇嘛，仁波切在那里传法，跟他们灌顶，跟大家宣布这五个人是已经开悟的。啊，所以那是目空一切，眼睛长在头顶上，瞧不起人。啊，那么听我讲完经之后，来问我，叫我看看他有没有开悟。我也不敢打妄语。我就老实告诉他，我说你们没有开悟。他听了很生气，那这活佛，活佛都说我开悟了，你怎么说我没开悟？我跟他讲，我没有开悟，你来问我，你一定没开悟。你开悟了，你怎么来问我呢？这样子不欢而散。以后有没有再来听我讲经，我不记得了，我不晓得了。类似这种人呢，在台湾呢，在南洋香港，我到处常常碰到。啊，这实在讲是很可悲的现象。啊，就是没有遇到真善知识，没有如法的修学。啊，自己以为这个就是此地所讲的，没有证得以为证得，啊，没有得到的以为得到，啊，那么有意炫耀骗人的也有，无意的这个是误会的，形成一种功高我慢的也有，啊，那么真正要使误入的人，决定不会功高我慢。啊，我们不要说佛法，我们讲儒法，儒这是世间人呐，凡人呐。儒家常说，学问深是
意气品啊。一个人真正有学问，处事待人接物一定和蔼，一定温和。那这是学问涵养表现在日常生活处事待人接物之中，哪有功高我慢的这种态度呢？不但没有这个态度，念头都没有啊！啊，那是他这个学问得力了，啊，佛法修行功夫得力了，哎，还有这些习气在，决定没有成就。啊，行上断掉了，还有念头都不行。所以佛这一大段的经文啊，这个四段经文是教会我们自己，我们要冷静的去审查自己还有没有这个念头在。如果还有这些念头在，那就知道我念佛为什么不能得功夫成片，为什么不能得一心不乱，原来有这么多的障碍在其中。事实真相搞清楚了，一定要把自己心内的这些障碍一样一样把它消除啊，也就是改过自新啊，这样才能够对自己求一心不乱、求往生就有真正的帮助了。啊，所以《无量寿经》好啊，啊，修行的纲领就在经体上，清净平等住。啊，我们念佛人修什么？修清净心，修平等心。修觉性，觉而不迷，这才管用。啊，好胜可以说是一切众生与生俱来的习气，这不要学的。这个习气从哪里生的呢？从傲慢当中生的，所以是贪嗔痴嗔烦恼一分。妨害太大太大。儒家讲理，啊，诸位读《礼记》，《礼记》第一篇就教我们：傲不可长。啊，儒家是讲世间法，所以他不讲断烦恼。那么从这句话的意思呢？他讲求伏烦恼，啊，傲慢的心已经不可以增长。啊，佛法呢，要你出三界，要你得三摩地。如果有一念好胜之心、要强之心，这种意念，你的三摩地这一生当中就没有希望。就得不到。这个很要紧的。啊，所以这是这个傲慢的这个妄语的习气，它的目的里面有偷心有慢心啊，求彼离忏贪其供养。啊，这个就是造作罪业了。
再看底下经文，是以颠家消灭佛种，如人以刀断多罗木，佛即是人，永云善根，无佛之见，成三苦海，不成三昧。这个以颠家是梵语，音译的，有些经典里面把它翻作一禅体，是一个意思。这个一禅体呢，它的意义是没有善根的人，就是断善根的人。消灭佛种，实在讲的是对佛种成为最严重的障碍。佛种当然都有，因为佛在可以说是许许多多大乘经典里面呢，都讲啊，有一禅体呀，不能成佛。这个是佛在大乘经上所讲的，但是在法华经上呢，佛的说法了就改变了，说一禅体也有佛性，他也能成佛，所以我们号称这个法华叫成佛的法华，其他都不能成佛，为什么说法华经成佛？法华经讲连一禅体也能成佛就是没有一种人不能成佛的从前讲的叫不了义，把一禅体提出来，这没善根的人他不能成佛，在法华会上呢，开权现实，佛说真话了，一禅体也能成佛那么这个教义才讲得圆满那么这个是对大乘说的，没有善根就是把你佛种性的障碍住，是严重的障碍。下面呢举了个比喻，如人以刀断多罗木，这个多罗木就是出生在印度，叫贝多罗树，我们在佛经上常常看到的这个是用它的音译，是因为我们中国没有这个植物这个是热带的植物那么这个树很大很高，非常茂盛这个遮的阴凉遮的很大但是这个树呢，你要把它砍掉的话它就不生了，不像其他的树木，我们把它砍掉它还会生贝多罗树砍掉之后它就死了，就不生了所以佛以这个做比喻这个一禅体就像人拿刀砍这个贝多罗树一样永云善根，它的善根生不起来没有正知正见知见有错误，他的思想见解有错误，那么他的行为必定不正，造作罪业就多了所以他的果报一定在三途。这个三苦海是比喻地狱恶鬼出生他必定堕落三途。三昧就是清净心禅定，他怎么会成就呢他不可能成就的这是说明了这个大妄语的样子，以及大妄语的害处
都给我们说清楚了。那么这个世间，我们也常常听佛门里的说，众生越是遭大苦难，佛菩萨大慈大悲呀，应化的也特别多。这个是不是事实呢？确实是事实，这不是假的。佛在楞严会上底下就告诉我们，我灭度后，这释迦牟尼佛入灭以后，持诸菩萨金阿罗汉应身身彼末法之中，做种种行度诸轮转。佛不在世，众生苦啊，没有人教导。佛为了怜悯这些众生，所以就嘱咐啊，大菩萨们，阿罗汉、辟支佛了，嘱咐他们，劝他们，在佛灭度之后，要应身到这个世界，广度有缘之人。佛确实有这个嘱咐，而且菩萨罗汉也确确实实应化在世间。应化在世间人多啊，太多太多了。我们把下面这段文念下去。或作沙门，这沙门就是现这个出家人的身份，白衣居士，在家学佛的这些居士们，说不定他是菩萨摩罗汉化身再来的人王在这个人间做国王的，做总统的这个人王，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常常讲的正五官地方上的首长，这都叫人王在古时候，这个诸侯啊，相当于我们现在一个县长、市长他是这一个地方的领导人都是王的这个身份宰官呢，就是他的下属，帮助他办事的这些官员他不是首长那么这是宰官。童男童女不一定像什么身份，乃至淫女、寡妇、奸偷、屠犯他现在是身份就像普门品、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应以什么身度陀的，他就示现什么身份。与其同事因为菩萨度众生，要不跟他同事，就度不了他。这个是菩萨戒淫众生的四种方法，叫四摄法。
第一种呢叫布施，要常常施舍跟他结缘，使对方觉得你很关心他，常常帮助他，把他看作一个非常知己的朋友，真正关心的朋友，他会听你的话，到时机因缘成熟了，你劝他学佛，他会听，这是一种方法。第二种方法叫爱语，常常给他交谈，所谈的话是真正爱护他，真正帮助他。第三种叫力行，你的行你的做法对他都有利益，绝没有伤害他，这个他的欢喜。第四个是同事，同事他喜欢什么，你也可以陪他一道，跟他表现的志同道合，四摄法里面这一条是最难的，如果他所做的是恶行，你也跟他同事，你跟他同事的目的呢不是造恶，是要劝他回头，这就是菩萨了。所以佛度众生的手段巧妙不可思议。底下这三句就知道这叫真正善知识，称赞佛尘，与他同事之中，纵然是作恶，也赞佛，也赞叹佛，也仰慕佛陀，慢慢使他回心转意，令其身心入三摩地，最后的目的在此地，所用的手段呢，那可以不拘束，什么样的手段都可以。终极的目的目标是叫你学佛，是成就你的道义。宗主自言：“我真菩萨，真阿罗汉，谢佛密因，亲眼为学。”这一句很重要，很重要。他是绝对不会暴露身份的，绝对不会说我是什么佛菩萨阿罗汉才来的，那说这个话怎么样？说了就要走的，说了还不走的话，那这个就与佛这个经论就不相应了。如果说出他就走了，这是真的，那这个就相应。在我们中国，因为在过去交通不发达，资讯非常困难，与外国这个交通往来记载呢就很少很少，在本国记载的东西就非常之丰富，在中国我们知道历代有不少佛菩萨阿罗汉的印下来的，像上一次跟诸位讲的永明延寿大师，
那么他所示现的身份，最初的身份就是宰官，而且宰官里面从很小的官员，他所做的那个偷盗，偷这个国库的钱去发财，以后被国王赦免，他出家了，出家先参禅，在禅宗里面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最后专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成为净土宗第六代的祖师，有名言说是净宗六祖。这个传记上有的，有一天呢，这个国王，因为他是国师，国王啊，发心供千僧斋，就叫佛门叫无遮大会，无遮大会平等供养，所有出家人今天来应供啊，通通是平等的，千僧大会呀，今天设的斋设的很多，希望这个远近的出家人通通到这儿来应供，国王修复。那么虽然讲平等呢，那个首席，你看一千个人坐在那个地方，首席，中国人总是有这个礼节嘛，总是彼此互相推让，谁也不愿意去做首席嘛。那么正在大家推推让让的都不肯做啊，这个时候外面来了一个和尚，穿的也邋里邋遢，也不像一个什么什么高僧的样子，看到他们这个推推拉拉的时候，他老人家就很不客气啊，就往当中一坐，坐了，国王看到心里是很不痛快的，因为国王心目当中最尊敬的是有名言寿王，所以大家也知道，总是请他上座，他的一客气谦虚，结果来了一个不认识、不相干的人坐在了上，那么彼此的出家人们也就不说话了，就那无遮大会做起了要斋。斋罢之后，国王就问有名大师说，我今天设斋供众有没有圣贤人来应供，有圣贤人来应供啊，他的福报就大了。有名大师说有啊，他说谁呀？定光古佛今天来应供。他哪一个是呢？坐在首位的那个耳朵很大，就叫大耳和尚，那个大耳朵的和尚就是。哦，这个国王一听说是这还得了，定光古佛今天来了，赶紧派人去追踪。这身份暴露了。有名大师说出来的，破落了，派人去追踪，到处打听，你们有没有看到大耳朵和尚什么个样模样，从哪条路走了，就追了很久的时候，把这个大耳和尚找到了，他在一个山洞里面休息，因为找的人都晓得他是定光古佛，到那里就特别恭敬的顶礼膜拜，是求这个佛爷了。这个大老和尚说了一句话：“弥陀饶舌。”他说了四个字，他就死了，坐在那里作画。这大家没法子，知道他是佛，佛不在。最后天天说他最后一句弥陀饶舌，
那这个有名延寿大师是阿弥陀佛再来的，啊，这个欢喜的不得了，不要紧，印度净慧定光佛走了，家里还有个阿弥陀佛，赶紧回去报告国王，原来永明延寿是阿弥陀佛再来，啊，这一回到国王那去报告，定光古法圆寂，国王非常失望，哎，但是他曾经说弥陀饶时呀，那国王一听，那永明延寿是阿弥陀佛了，欢欢喜喜赶紧去拜阿弥陀佛，啊，还没有出大门，迎面来了一个人给国王撞了一跤，慌慌张张说，你干什么事情？永明延寿大师圆寂了，这就是真理，啊，身份一露马上就走，哪有身份不露 还不走的道理呢？这个不走的时候麻烦可大了，啊，也不能弘法利生了，啊，麻烦就大了，啊，所以说是真人不露相，啊，露相就不是真人了，啊，在我们中国历史上记载像这些事情很多， 啊所以我们晓得永明延寿是阿弥陀佛化身再来的，啊，他真的是应以什么身度他就现什么样的身份，啊，这个是应化而来的，啊，那么在这个过去唐朝时候这个国清寺，啊，就是现在天台山的国清寺封干寒山舍得，这大家都知道是文殊普贤阿弥陀佛再来，封干就是阿弥陀佛，啊，他们的身份是封干泄露的，封干就说出寒山拾得是文殊普贤再来，以后要找寒山拾得，寒山拾得没有了，啊，最后留了一句话，就是弥陀多思，大家晓得封干是阿弥陀佛，再去找封干不知去向，找不到了，踪迹都没有了，是国清寺，啊，弥勒菩萨，这个诸位都晓得，我们中国人说的这个布袋和尚的像，布袋和尚出现在中国南宋的时代，跟岳飞同时代，啊，宋高宗的时代，出现在浙江奉化。他是自己说出来的，啊，告诉人他是弥勒菩萨，说完之后他就走了，啊，所以以后我们知道布袋和尚是弥勒菩萨的化身，在中国造弥勒菩萨的像呢，通通造布袋和尚的像，你看我们中国弥勒菩萨跟印度弥勒菩萨像完全不一样，啊，所以这是讲的时候真正佛菩萨在这个我们这个世间硬化了，不会泄露身份，泄露身份的时候决定的就不存在了。前年我在迈阿密讲经，迈阿密这个地方啊，奇奇怪怪的人很多，啊，也就是有神通的，啊，那么这些通是真的是假的呢？是真的，大小不一样，
曾宪为居士请我去讲经，曾居士的英语很好，所以我讲啊，他翻成英语，外国人来听的也不少。啊，他告诉我，这外国人里头有几个有天眼通，啊，他们有这个能力。哎，这也是修禅的，是在这个还是军人，在越战期间呢，好像是有个飞行员被打下来了，啊，打下来之后啊，他就逃在个庙里，老和尚救了他。以后就跟老和尚参禅，哎，学了几年，他开了天眼，啊，那么这个人跟我见过面，啊，个子很高，啊，瘦瘦的一个外国人，啊，他有这个能力。曾居士就告诉我，我没有到这个迈阿密之前，我们印的那个《无量寿经》的注解曾经记了不少本过去的，那个本子上有夏莲居的一张照片，他就给这个外国人看，说你看看这个人是什么人。这外国人看的从书上印的照片呢，这个外国人跟他讲，他说这个人不是普通人啊，他是菩萨才来。他说你怎么知道呢？他说我看他的身体全身是透明的，啊，而且风光，啊，他说这个人现在不在世间，而且在世间的时候也不很出名，说的完全一样，就是事前没有人告诉他，说的完全相同，啊，这是没错，并没有人给他介绍，他能够说出这样详细就非常难得了。这是我们从外国人口中听到夏莲居居士不是普通人的，我们没有听说之前，黄念祖居士对于夏老师的事情是绝口不透露，啊，我还曾经问过他，我说你应当把夏莲居老居士这个事迹要向大家宣布，他说时候没到，一直到他自己往生了时候也没到，啊，但是我们凭一个推理来推测，决定是佛菩萨再来的，啊，为什么呢？若不是佛菩萨再来，能够把无量寿经汇集得这样完美，不可能。怎么知道呢？宋朝的王龙书居士很了不起的人啊，那不是普通人呐，啊！往生的时候站着走的，他是第一个汇集无量寿经的人。本子有瑕疵，不圆满，啊，第二个做这个工作的是清朝乾隆年间的彭继清居士，华严念佛三昧论是他做的，真正是有修有学，用现在的话说是大佛学家，他也是念佛往生的，净土圣贤录往生传上都有他。那么他所做的无量寿经接教本
也不是一个完善的本子。民国初年，丁福宝《无量寿经》的前注就是选的他的本子。那么第三个汇集的是咸丰年间魏源居士，魏默生，他所汇集的确确实实超过了王龙书的本子，也不是彭继谦的本子能够相比的，后面确实比前面好。但是诸位仔细一看，他在取舍这一方面还是不是很妥当，换句话就是该取的他没有取，不该取的啰嗦的东西他里头还有掺杂。这些人都是了不起的人了，想做这个汇集的工作都不能做到尽善尽美啊。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尽善尽美的本质，末法时期要众生来修学这个法门，那就非常非常困难。这是佛菩萨到这个世间来就是为这桩事情啊。他用了十年的时间汇成这个本子，我们把这个本子跟原本对照，跟古来的这些汇集本对照，你就不能不佩服，确确实实找不到一丝毫的瑕疵，我们今天展开无量寿经念得非常欢喜，几乎每一个读诵的人都给我说都在喜欢。佛菩萨再来的不是凡人智慧能够做的工作，所以这就是说，这也是秉承世尊的遗教，在末世度化有缘的众生，这些人绝对不会投入生门。印光大师我们晓得是大势至菩萨再来的，怎么知道的？诸位看这个印光大师永思集，就是大师圆寂之后他的弟子写他的纪念的文章，里面有一篇这个人我记不得，但是很容易你能够查到好像是一个就住在上海附近，不太这附近是哪个地方，有一个女孩子，那个时候念初中，好像是一个女的学生，年岁很小，他是晚上做一个梦，梦到观音菩萨，观音菩萨信不信佛的都知道那个白衣大师的像很清楚，观音菩萨在梦中告诉他，大势至菩萨在上海讲经，跟你有缘，你应当要去。那么他们这一家人不信佛的，从来也没有听过什么大势至菩萨，名字都没听过所以醒了之后就到处问人，问人都不知道，不晓得佛门有个大势至菩萨，大势至菩萨知名度不高没几个人想着以后问到个老佛教徒了才告诉他西方三圣里头有一个大势至菩萨这才知道一个大势至这个大势至菩萨到底是谁呢？是印光法师再去打听这个法师，好像他家里有个亲戚曾经呢
超过普陀山，啊，因为那是住在普陀山。听说有这么一个人，啊，然后再打听打听，印光法师是不是在上海讲经？一打听，果然不错。啊，上海有一个护国习斋法会，请他老人家去主持。啊，每一天讲开示，讲了七天，那个有一个小册子流通。啊，就是那个时候。他们去一家人去见到了，见到之后就把那个梦中的事情啊，说给印光大师听，印光大师听了之后狠狠地把他骂了一顿，啊，我是凡夫，我不是圣人，你不要胡说八道啊！你要再告诉别人，你永远不要去见我。下来他一句话不敢讲，一直到印祖圆寂之后，他才把这个事情公开。啊，那么这个观音菩萨跟他讲的很明白，这印光大师住持只有四年了，四年以后就圆寂了，果然是一点都没错。啊，所以他们全家皈依，四年以后印光法师圆寂，他就把他学佛的缘起统统写出来，公诸于世，大家才晓得。印光法师原来是大势至菩萨再来的，啊，你看他老人家一生的行李，啊，以及他对于称赞他的人的时候都呵斥，决定不说谢佛密因亲眼未学，啊，绝对不说，这就是真的，啊，常常挂在嘴边说了又不去的，这个与今天讲的不相应，这个有问题。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